阿浩带着大雨布跟邻居一模一样。Hello， 易凯。大家好咯，哈喽神器塔，哈喽冰糖葫芦，来应援了。对对对，大家午安，还有九蛋，还有生气糖，午安，大家午安，今天是个美好的一天，今天是个美妙的一天。大暑长暑哦，停掉了。午安，午安，非常亲切的一幕。Hello， Cody 神。Hello， 我吴晓，吴燕，吴燕，我好一笔，一笔，这名字怎么念啊？小的 ，Hello， 洛自己小小，洛自己小小 ，Hello， 大家午安，今天是个美好的一天，我现在在等待我的午餐回来。今天很美妙，每天都很美妙啊！每天都很……哎呦，为什么手机一直关掉？我把手机关掉了，结果现在没有密码，搞笑！你不小心就把它关掉，我们现在没有音乐可以听了。手机关掉就没有音乐可以听，就这么呛哦！啊，怎么办？而且我们还猜谜，零零零零零，到时候什么图就猜。没有密码，好难过。Hello， 洛克，洛克 ，Hello，Hello， 同人君。Hello， 默默呀 ，Hello，Hello， 水锤，水锤 ，Hello， 林 AJ 就是我真好 ，Hello， 林美玲唱好，我唱吗？起爱，我没有音乐，我不能唱歌，啊，难过。Hello， 加乐，午安，午安 ，QK， 午安，鸡巴亮，大家午安，今天是个开心又美好的。一天，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？因为呢，熊妹回高雄了，耶！嘿嘿，所以今天是个美好的一天。至于没有那么早回来，Hello， 阿米 ，Hello， 吉福娘 ，Hello， 卡卡猪木也来 ，Hello， 小白兔来了，是不是很棒？大家恭喜熊妹，因为要过年了，所以就去提早回家。那原本我的票啊，都抢不到，都没有买，也很温暖嘛，也很温暖啊。我觉得温暖就对了，今天也是一个温暖啊，今天天气很热啊，对不对？很温暖啊。Hello， 高级教徒阿当猪 ，Hello， 塔瓦哥你好 ，Hello， 傅维傅维你好。大家午安 ，Hello， 李天天哦，恭喜变成新鲜，我们中了十位，大家是我们的五个爆竹，啵啵啵啵啵啵，啵啵啵啵啵啵啵，早上蛮冷的，对我今天早上起来鼻塞，我在就这样，然后我才清通了。Hello， 草莓酱，草莓酱 ，Hello， 我今天讲鼻塞，啊，反正我跟大家说，你够凶。所以呢，就要开始进行了一系列的玩耍。现在不知道去哪里。Hello， 天气好冷，只想睡觉，不想上班，来应援。我现在只想吃糖葫芦。我现在好想吃糖葫芦。Hello， 暗红，暗红 ，Hello， 暗红，暗大家午安。
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小妹家年夜饭都吃什么？小妹家每年年夜饭，年夜饭是什么？你知道佛跳墙那种东西，那些年夜饭，还是小年夜？年夜饭，其实我们年夜饭也没有吃什么，就是我们唯一就是是什么？春节嘛，是大年初一还是除夕夜吧？除夕夜我们都会来订披萨来吃嘞，很欢乐，对不对？除夕夜就是要订披萨来吃的啊！刚才订披萨，人家夹那个芝心饼，有那个 cheese 在，很棒，对不对？因为除夕夜不是很多店家都会提早关嘛，那我们就提早去拿，然后提早吃这样子。然后突然吃一吃，都饿了。早上比赛看起来是公民比赛，对，好像是，因为我几乎最近每天早上都会比赛，都要18，不然年夜饭。对，年夜饭是没错，每逢过年就是要吃披萨。对呀，你看年夜饭，因为我们家没在吃年夜饭是小年夜会的那个寿司吗？那个叫什么寿啊？小年夜会的那个寿，就是我看童话故事讲的，或啊年兽啦，那个寿年兽，年兽，对年兽，突然想不起来什么寿。今天好像很吃哦，今天星期一12点多开播嘞。我那天看那个就是直播那个时间表。我发现很多人那一天十二点，逢年过节就是吃披萨是最重要的，因为披萨就是偶尔也可以吃嘛，然后呢也可以就是重要节日在吃披萨，就是也很欢乐。好了，去吃饭了，拜拜。这么快要吃饭了，你就是跟我说你18岁不在小年夜什么的，真是。这么快吃饭，我都还没有吃饭，你竟然给我先去吃饭？我们都是吃火锅的呢，火锅呢，我去呢，火锅应该也可以吃啊，对，自己在家撒料，然后自己煮哦。我们家之前也有吃火锅，火锅我最爱就是火锅料，火锅料，耶耶。还有勇哥，勇哥，Hello，Good morning，小妹，Good morning，勇哥。Hello T 大师，Hello 花粉又来了，Hello PLUL，我来铺陈了。反正小就看大家平常吃，也可以吃烤肉啊，烤肉也很不错。吃烤肉，吃火锅，吃披萨，吃糖葫芦，美味しいですね。我跟你们打一点，我最近头发很塌欸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就是那一天有前几天就是绑完那个马尾的，然后就是突然觉得头皮很痛，然后你就放掉头发，我整个头发超塌的，就感觉就是没有蓬蓬，而且我头发还卷卷的，这样子超奇妙。最近头发感觉特别塌，很奇妙，对不对？莫名其妙的塌。衣服穿好，过年有没有新衣服？耶，很塌的头发，很塌的头发。Hello，Father 来了，Hello，提醒神来应援了，Hello，提醒神，Hello，夜痴如染来了。Hello，咪然打，绝不错过你。看太多人开播，现在有几个人开播？应该很多的，我觉得。刚才看紫萱怡真品涵，祖竹，刚才看祖竹和易云也在播，现在很多。中午12点要特别多，吃饭时间。Hello，NT1001也捧场了，
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上礼拜做什么。上礼拜，哎，我告诉你，上礼拜我们就是有去公司自助，就是公司自助，因为法法那天就想去想吃鸡肉饭，就是在永春有一间叫，就是他们家卖叫春贵鸡肉饭，可是那个面那个店名，好像你查春贵鸡肉饭应该要查那个，他叫什么春什么鸡肉饭的一间店。然后他的鸡肉呢，就是我们点的是他，算他的招牌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就是他有一个叫嫩切鸡肉饭，他已经卖完了，所以我们和高文菊就点了那个春贵鸡肉。可是他的鸡肉是这样，就是有骨头，就是还有那个前半身，还有他那个鸡翅、鸡屁股嘛，就是人家啃骨头。然后呢，然后法法是点那个阿嬷小馄饭。我刚刚阿嬷小馄那一件，大家可以去查一下，它叫春贵，反正它卖的东西叫春贵鸡肉，可是店名好像叫春什么鸡肉饭。然后爸爸点的是一个小火饭，它小火饭是鸡肉切好的，我看那天我啃骨头可能超辛苦的，因为爸爸就是直接切好，就是一块块鸡这样，就是马上吃就好，超快速。我觉得那间还蛮不错吃的，推荐大家可以去查一下。可是重点是我们在就是在雪路上面，就是因为在那个松烟附近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，就是有那个有就是有一个阿嬷嘛，算阿嬷还是阿公阿姨阿嬷阿公不知道，然后他们就是有一间卖那个红豆饼的店，就是红豆饼鸡蛋糕，就是他有一间特一间车轮，就是一个像货车那样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，很便宜那个，就是一块一个红豆饼10块的那一间店。而且它红豆饼，它的红豆馅，如果大家有遇到，它好像不会常常出现，不知道它好像会跑去别的地方。反正那天我们刚好出来就遇到它，然后它的红豆饼，我觉得它的红豆馅就是真的会甜的红豆，就是跟外面我吃的红豆饼都不太一样，就觉得它虽然它小小个十元嘛，小小个，然后可是它的红豆馅就是很扎实，而且甜甜的，我觉得超好吃。然后它的鸡蛋糕也好吃。虽然它冷掉，不过还是很好吃。还有暗红，还有张明令，还有张志祥，谢谢张明令和小浪花，还有 Tom 那部。嗯，大家好，现在还有晴天雨，只要不错过你。还有晴天雨，让大家等待我的小午饭回来，还有我的小饮料，然后顺便等那个解锁手机。啊，还是我知道了，等我一下，就等嘛。嗯。今天换位置直播，今天是在一个自己制作的那个，算是什么？自己制作一个直播脚架，一个直播地区。接下来变成新鲜的是红白女棒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在玩那个新游戏。其实也不是我最近在玩的新游戏，是我妈发现的新游戏，是熊妈发现的新游戏。我先。把声音放，应该关了。这是一个角落生物的游戏，超卡哇伊的呢。啊，这要网路啊！可恶，又没有网路，你这怎么凄惨？咦，多西的？我们没有网路，没有网路也不能玩游戏了。就是最近发现一个，它叫角落生物农场，超可爱的哦。可是那个生等级实在是太慢了。呀，鼻子。就是它是一个，就是角落生物，就是你就是撒种子，然后那个角落生物就聚在一堆，然后这样浇水，超卡哇伊。哎，它的画面就是很少女的感觉，蛮不错的，很可爱。好，天气好冷，只想睡觉，不想上班，觉得不错过你。Hello，ZHANG0121，就不错过你。
Hello，托姆就不哭过你。Hello，AIR，绝不错过你。没有忘了，什么事情都不错。那时候我开我妈的楼梯。好奇怪哦，为什么手机不是可以直接开个人热点？个人热点无法被侦测，什么？AirDrop，这个直接开什么都开不起，没 WiFi 都开起来。在网名成本就是，啊，熊妹天气又冷又热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咦，天气又冷又热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来帮解决，不然你就是因为早晚上晚上不是都特别热吗？晚上特别热你就穿长袖，对不对？然后早上热的时候穿短袖，短袖的话你就可以配一件外套，对不对？这个天气忽冷忽热，我也没办法。哎，不是有可能会下雨吗？为什么啊？哎，很奇怪，我从这里看那个个人热点啊，为什么不能侦测给这里啊？不然侦测给，就是他开了个人热点就没有侦测到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，我想说，哎，找到连到了，呜呼，连到了，说一说就连到了。干嘛干啊？等下就可以放音乐，没有这样就可以介绍。早上骑车会冷，早上骑车你就，不然你就穿一个比较厚一点外套，你说对不对？去下载一个音乐程式，你就穿比较厚一点外套，然后你到公司的时候，或者是这样，你就可以脱鞋来这样。脱下来，现在下载一个音乐的程式。好，鸡尾巴来捧场了。等一下。用那个手指下载，可恶！原本想说要下载一个放音乐的程式，什么什么都被锁起来。可是我。我竟然猜对密码，哦，密码不正确，好笑，好吧，不能下载。不过现在有网络，我现在介绍，我现在说那个游戏好吗？再穿厚外套，然后你到公司你就可以脱下来，脱那个外套，这样就不会冷，对不对？通常都是这样。还有鸡尾包，不然你就是穿一个比较薄的长袖，这样也可以。Hello，鸡尾包，鸡尾包，中午好。Hello，这怎么念？E R N I E，米饭就错过你。Hello，小丽有一推茄子的亲友你来。Hello，空空空空，Hello，大家晚安。你看我的这个游戏可爱吧？你看他是这个，长得像这个，
角落生物的画面，可爱吧？超可爱！你看它那个角落生物超卡哇伊的，是不是很可爱？最近在发掘，你看，因为过年哦，通常都需要那个发掘新游戏，这样才不会无趣。超可爱的角落生物游戏，现在很多那种可爱的东西都可以当游戏。我很忙，我们的那个食物都没。啊，大家晚安！现在收成的农作物。它可以，它就是它其实不止种田，它还有它还可以种牛奶，就是牛奶，你知道它可以起牛奶吗？很可爱，乳牛小屋，这个乳牛小屋超可爱，你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那个角落生物跑出来的样子吗？穿着那个乳牛装，超卡哇伊的呢。现在看一下菜单。先去杯奶昔。Hello， 浪客，浪客。然后就是他常常结交他的任务是，好像他可以养鸡耶。做茶还需要个茶。还是奶昔，然后养个稻穗。Hello， 大家午安。嘟嘟嘟嘟嘟，少一个。而且我常常那个稻穗都忘记，他怎么可以养蛋？そうですね。你可以养什么？茶吗？种茶吗？好吧，先不玩了。OK， 我们来放我们这个可爱的 Magic Music， 再放好听的 Music。Hello， 西罗库们，大家 Hello。我们来放音乐，叫做流行歌曲。你好，午安。你好，午安。好养面积。你看这个，先看 ，Hello， 阿比，阿比你好。大家午安，我们先等我们的小范范来。熊妹是不是太常跟妮娜在一起被传染脸颊肉有吗？我觉得我最近就是脸比较肥胖，看看你好多肉出来哟、哦！哎呦喂呀，我来放半个月。这个不小心关掉了，然后我就开了你的热点，是不是很聪明？我也觉得我很聪明。Hello， 选羊，选羊 ，Hello。因为最近肥胖，然后肉就变多了，有没有看？哦，变多了。啊，哎呀，
Hello, Jack 黄宇，黄宇 ，Hello。啊，你看我最近唱的可以，可以啦，小妹你太瘦了，有吗？小妹之下看起来比较瘦而已，其实很胖，就是你看，哦，我整个就是脸颊，就在拍照前，就是会整个肿一圈，就是没有那个肩胛啊脸这样。这样娟娟的脸，然后呢，就叫这种肥胖的脸这样子，嗯，像鼻角炎。想让你心上人的甜蜜的人，所以呢，这边有尖尖，然后这种小皮破脸，一样。Hello， 宝贝儿，捧场，很多人呢。啊，宝贝儿 ，Hello， 大家午安。我们等一下要出发吧喽。今天播到1:32，今天播到1:32，哎。突然哦，有广告，插播广告，插播广告。突然叫我最近有什么好分享的事情？那我想想看，最近有什么可以分享的事情？或者大家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。哦，好痛！哎，哦，这是什么？这不是小珍珠？没有，这不是大珍珠。这是小珍珠。嗯？哎，你的总是波霸，我的是小珍珠，就是四季春加小珍珠，大家有在喝过？但是我觉得他加的那个，哎呀，是波霸吗？我会想要喝大珍珠，因为他的小珍珠实在太细。你要帮我拿一个卫生纸吗？我的便当就是那叫什么？它叫什么便当？它叫什么便当？这个便当叫啥来着？铁路便当吗？池上便当啊！池上便当，我哪想起来？我都吃正宗的，就是什么都不加，就是一般的肉这样子。但是只回高雄都会吃这一间店，都会吃饭包。现在来开吃饭包，哦，超香的。Hello， 林高平，哦，来了。给大家看我这个饭包的菜色，就是有肉、有菜、有蛋，哦，均衡饮食呢，对不对？然后我都会先把肉放进旁边，这是我的规则。我的规则，然后把这个姜放旁边，这样子哦，完美，这样就会有菜。然后这个香叫什么香肠，
然后豆腐，都把肉放进去，这样才可以当做配菜来吃。Hello， 提许哥啊，想你嘞。Hello QK， 久不错过你，熊妹的午饭回来，最期待这个。Hello 嘉阳，嘉阳 Hello， 谢谢猫咪咪的爆竹。美味。谢谢猫咪咪送的爆竹。Hello 嘉阳 ，Hello 提许哥阿翔，你好。哎，我今天中午大家都开始排，对啊，好像星期一是中午比较多人。我今天排的时候，哦，看到那个直播视频，哦，什么爸，今天好多人啊，好可怕。今天是不是大家可以跟那个晚上那个八九点相比，这样那种八九点相比。Hello， 熊妹，我们体恤阿哥阿熊，给大家看大家的大拇指，大家的大拇指会这样，就是这个，你知道大，就是我大拇指会这样，就是那一天就是练习的时候，然后呢，大家都在看我的大拇指，可是好像游戏也会这样，可是怎么觉得今天要弄不出来，就是我的大拇指没办法伸直。就是会弯，你知道吗？要怎么说？就是会有那种弯的弧度，这样就长得有点不清。其实好像还好。这个好像就比较硬一点。我觉得应该是这一只，前几天好像是这一只。或者这只怎么突然可以伸直吧？我觉得我今天弄不出啊，这只好像比较明显，就是有点弯吧，就长得有点奇怪，跟畸形。你们都很爱挤前两天挤，但可是因为后面是过年呢，可是我那天有排11号，我没有挤前，最近好像大家都喜欢一二直播。可是因为过年有可能大家都要出去玩啊，或者去过年啊什么的，有可能就不会直播这样。知识不一样是吗？可是有些人不是因为这样，就是有可能是那个大拇哥歪掉，大拇哥歪掉。Hello， 高级 miso 哎，彭塔勒也是除夕人能直播，对啊，这是广告，好笑。屈臣氏买一送一广告。毕竟还要吃年夜饭，对啊，所以有些人就不会排斥。可是我除夕那天我排，是除夕吧，对吧？对，应该是除夕。我排什么？我不是说那天有没有事情，没有事情。好，排。因为后面也不知道怎么可以排，很难的。过年就比较容易难排，但我也会播二次。没想到星期一这么多。过年不很残忍，会啊，只是不是除夕那天，是其他天，还是会回去的。比如有人要回阿嬷家，如七七，我也要回阿嬷家，他们不是都会回阿嬷家，不然就是有住在一起的话，但是阿嬷她在隔壁家是旁边的，我也会回阿嬷家，可是除夕我通常都不会去，都是就是会拜回娘家那天才回去。除夕不是要拜拜吗？除夕要拜拜，除夕要拜拜，除夕我们好像没有拜拜，我们都是别天再拜拜。
除夕，除夕我们通常都会待在高雄，我记得好像都是吧，对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初二回娘家，对啊，初二回娘家，因为除夕回去就是也没有人在，没有人在的除夕。所以就不会那么早回家，就是早一天大多回家，女天才会回家这样子。为什么你家回娘家是回阿妈家？没有啊，就是别人回娘家啊，我回我阿妈家，同样的人啊，对不对？或者是用别人的那个称号这样，不是要回熊妈家吗？对啊，对啊。稍微小嘛，我是用那个别人的角度，另外一种角度，你知道吗？嫁出去的角度回娘家。我已经快语无伦次了。对，反正一定会回去的，放心，大家不用紧张，好吧？不用紧张哦 ，OK。回熊妈家我，我通常回去呢，我都会去，都会去干嘛？都会去吃关东煮，就有一间关东煮店特别好吃，因为我很喜欢吃关东煮。熊妈是吧？是地位很低，熊妈名额地位很低呀，放心啊。对啊，都会是，都会。你娘家都不能回，会啦会啦，有回有回，回娘家。对啊，熊妈家就是他娘家，不是吗？应该是吧，是这个同样的意思，我记得。是的，可以回娘家啊，回娘家和回阿妈家都一样。回阿妈家是我的角度，回娘家呢是熊妈的角度，这样。可是我们都会，因为我们都会先去，都会去两个地方，就是另外一个阿嬷家，那个叫称为外婆吗还是什么？反正我两个都叫阿嬷。那个家庭关系表那个图有点复杂，因为跟他称为外婆，是妈妈的妈妈叫，对不对？是妈妈的妈妈，妈妈的妈妈叫什么？叫阿嬷还是叫外婆？应该是爸爸的妈妈叫外婆吧，对吧？你在紧张那个关系图，不是公民课都会考嘛？然后我都是把它硬背起来，就是最简单的关系表。那其实那个关系表是很复杂，你知道吗 ？Hello， 小草莓来了，小草莓，最近是草莓季节。回台南顺便去上次讲糖厂，对对对，上化糖厂啊，可是过年有可能它关闭啊，对吧？过年会关闭吧？过年一定会休啊，当然过年大家休假，感觉糖厂就不会开吧？可是感觉开哇，应该也超多了，整个气氛哦。所以是妈妈的妈妈叫外婆，啊，爸爸的妈妈叫阿妈，是吗？好有男女来捧场，应该是的吧？没关系，两个都叫阿嬷，因为两个阿嬷都在台南，所以我们现在先去另外一个阿嬷，再去另外一个，先去阿嬷家，再去外婆家，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再就回家，对，对，我们的每我们每次的路线都是这样，赞吧。而且我们每天去那个开去那个，就是上高速公路前，我们都会先去吃那个肯叉鸡，不然就是卖叉烧的早餐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吃那个叫什么卖叉烧的早餐，那个叫什么？哦，满福堡啦，满福堡好吃。
不然就是去肯扎基买，因为那个就是因为那边有一间顺路的店，就在三多那边，就是三多那个高速公路那边。嗯，什么？你不是很想要去生源集水吧？对啊，就是那个善堂文化园区啊。可是他过年会开吗？要去查查看，还不确定。Hello， 澳门普国来捧场了，澳门普国 ，Hello， 澳门普国。鱼翅，你们就吃饱了吗？大家，现在是12:41，我现在连半个便当都没吃完，那是那个小樱桃小主这样，这样吃。Jeff6106来捧场喽！嗯，还没吃呢，等会去隔壁公园挖点土啊？为什么要去隔壁公园？就是没有钱吃饭了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我们就去买个什么 A 梦面包。A 梦面包15块，不对，是那个爱心面包15块，然后那个 A 梦就是 A 梦那个头和那个身，那个是25块。然后还有那个杯子蛋糕，我觉得便利商店杯子蛋糕也蛮不错，39块。然后还有什么？我上次就买了两个面包。就是有一个是那个爱心面包，就是爱心面包，你们知道，就是那个哆啦 A 梦蓝色包装啊。然后另外一个是那个长条的，然后也是红色哆啦 A 梦包装，然后它是那种巧克力的那种巧克力球吗？有那么巧克力球？我上次吃那两个面包还蛮不错的，然后配个饮料这样子，还不错吧。不然你就去自助餐，就那种拼自助。我觉得我那天吃完，我觉得便利商店的面包就是买太多好像有点不划算，因为也不会饱。我上次吃那两个面包不会饱，我觉得自助餐比较会饱，真的。我去找你附近的一间最近的自助餐，现在这时间还有，就是不然你跟我一样吃菜啊。嗯。是说最近疫情有趋缓，说不定可以看灯会啊！真的，所以灯会还没有取消。灯会在哪里啊？其实离盐水很近，对啊，就是会有经过旁边而已嘛，对。所以在盐水，苦啊！灯会，那灯会通常都有很多摆摊的吃的，你知道吗？超开心的，例如说什么，哦，大家懂的，我说的是月经港啊，哦，月经港。灯会通常都有一些小吃，很多在那边摆摊，超赞。超赞的。我们可以去月经港，晚上的时候吧。今年台湾灯会原本是在新竹，就是主灯会，可是它不是取消了吗？我记得。
很想打喷嚏。你知道有时候别人在讲话，就突然很想打喷嚏，你知道我就怎样？我就摸住了腹部，然后就这样子，可是就这样，就在憋住。然后有时候憋不住，你就不能这样啊啾！可是你要憋住这件，可是还是会爆出声音。来，有时候那个打喷嚏也不会看时间，现在变成新鲜也不算我鼻息，只是不知道会不会笨，就是。对啊，如果有办的话，我们也可以去看灯会。对，我记得好几年没有看灯会，因为他们人特别的，他要走。Hello， 水锤来人了 ！Hello， 蘑菇来捧场喽！小姐女子，小姐你，然后我就有听一点声音，前几天声音有点烧线什么。变身，变身，啾啾，蛇。Hello， 秋山社主播中午好哟。Hello， 蘑菇，蘑菇你好。噔噔噔，我想吃焗烤。我本来到时候直播完那个便当都还没吃完，你好，我来自日本奇遇车，你哪是日本奇遇车，你跟你上次的名字一模一样，不用骗了，真是的。而且去盐水也可以吃吃跟豆菜面不一样的意面，豆菜面不一样。等我现在突然又想打喷嚏。豆菜面不一样的意面，意面不就是豆菜面意面？真的，每个地方在盐水最著名的就是风胖嘛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好吃吗？我现在你可以去吃吃看，我没有去过盐水，但是我有去过盐水，我记得我好像没有去过盐水，反正我每次都会看到盐水这两个字，可是不会去。这是什么便啊？这叫做时尚便当。等一下，时尚便当，你知道时尚便当是什么？例如说饭包，他吃那种铁路饭包，可是我比较喜欢吃那种饭包，因为铁路饭包的话，我觉得还好，对不对？我开八六，你开八六都行。不是你，不是你，就是换你正式。盐水意面蛮有名的，真的。那我们要去吃吃看呢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已经列为了吃的名单了，叫盐水意面。我喜欢吃当地小吃，你知道吗？也是水意面，还有什么意面？我很喜欢吃意面，我喜欢吃那种干的面，什么阳春面、意面这样子，特别好吃。你知道有时候我想吃的东西啊，就是有时候很特别想吃阳春面，然后就去附近看，结果都没有开，欸，超难过的，欸。然后后来几次想要去的时候，那间店还是没有开，我真的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会开，超难过，因为他以前中午的时候就开了，结果他没有开。你知道我很喜欢吃阳春面干的，我觉得那超好吃的。我喜欢吃干的面，台南的面都干的，对啊，台南面应该都有干的，可是有些不是喜欢吃汤，应该也会有汤。因为我很不喜欢喝汤，我喜欢吃干干，因为干不是有酱嘛，就吃起来很好吃。像我平常煮面，我也在吃干的，
然后还有那个，哎，我突然想到，人家就是上次我不是去南投吗？然后就是鱼，哎，我已经用啦。啊，你旁边要种什么？随便种啊，种出来不要吃。等一下，你要先让我解完，我要讲，但我会忘记。就是那个，就上次就是云姐妈妈就载我去吃了一些南投的，就是南投很有名，就是嘛，哎，是什么肉圆？它好像是炸肉圆吧。然后还有那个羊肉炉，羊肉，那羊肉，羊肉羹啊，羊肉羹这样子。他们说用南投的那个嘛肉圆很好吃，应该是肉圆。对，然后那天去吃的时候，他吃的那个肉，他们有个方法，他们会有一壶那个像水还是汤，它应该是汤啊，对汤，然后他们会倒进去，就是留那个料，然后就是先把皮吃了，留那个料还能煎，然后加进汤里面这样子。我第一次看过这个吃法，因为像我平常，因为我那天就高举着拿一个壶子，然后法法就问说这是干嘛的，他说是要加进这里面的，很酷的吃法。可是你知道我通常哦都是什么先吃啊？都是把那天全部，那天都把全部的料都吃完，把因为我通常都是先把肉给吃掉，然后再吃皮这样子。看到你来不敢开店，什么看到我来不敢开店？为什么看到我来不敢开店？我要讲什么？看到我来不敢开店。看到你不敢开店，台南会加麻酱吗？应该会吧，会有麻酱面这样，麻酱面超好吃，但是不能常吃，会上火。然后我最近才知道，原来只有南部有传递的锅烧意，是吗？好像是，我觉得北部好像没有锅烧。北部的早餐店我没有去特别研究，我没有去特别研究北部的那个一般早餐店说。美差美美美差成这样子，可是有时候就是，哎，像我有时候上学的时候，我也会吃锅烧意面，因为不知道可以吃什么，就是锅烧意面，锅烧面超好吃的。而且我通常北部我都是吃什么饭团，然后蛋饼这样子。肉圆站应该是被彰化影响吧，应该是因为彰化的肉圆很有名嘛，对不对？炸的，可是有时候也会卖炸的。好啦。熊妈叫完那个角落声，可是我刚才就已经开了，然后它现在已经种好了。可是我不知道，因为它是就是它是一个角落声的农场，很可爱。我现在给大家看，等一下大家没有来看的大家，哎呦，你知道平板最重要是可以让你玩游戏。你知道这很可爱，这小母牛，但你不听过吗？小母牛在吃草草。可爱吧？还有看到小母牛在吃草草，可爱吧？要把这个收起来。你不听我哎、欸，不乖。我在男子的面店点阳春面都特别说比较麻酱，真的。可是阳春面的话，因为我吃都是加肉燥而已，没有加过麻酱。它的麻酱就是麻酱面这样子。然后我又想打喷嚏，哈喽，弹唱美声，鱿鱼师这不错过你，他就是可以做面包啊，这个时间太快了，啊，惨了，我们要先收稻穗，因为稻穗就是可以做面包用的，你知道吗？没有稻穗你就不能做面包，哦。你看人家怎么做鸡蛋啊，现在有鸡蛋呢、欸。你是不是没有做鸡蛋？不太喜欢面有麻酱。对。可是我真的很少遇见有面会加麻酱，就是点麻酱的。可是我比较喜欢肉燥多一点，可是就比较加一些什么葱哦。葱。不是。肉燥。反正肉燥多一点。
有人酱多一点，是整个那个面都超筋嘛，这样。还有早点睡，林夕、嘉明来了，不然就可以配个什么汤啊，贡丸汤、馄饨汤啊。你知道我之前吃阳春面，就是阳春面配馄饨汤这样，红葱头哦，对，红葱就是葱嘛，因为我不喜欢吃葱，然后我就挑点。不然有时候太多的话，就是你知道有时候吃一吃，就是你知道吗，面都吃完就剩一大堆那个什么葱啊。葱什么葱，很多葱，嗯，不知道，我反正我觉得葱很好吃，可是我喜欢，我不会单，就是不会面只要吃它，就会把隔开，你知道吗？啊，面有时候面就加一堆很奇怪的料，葱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酥嘛，葱酥有葱酥吗？还有什么的不知道，我忘记干面到底会加什么。那葱油饼吃不吃？吃啊，葱油饼当然吃。葱油饼的葱油没有味道，可是因为它是单葱啊。单葱的话，我就想把它挑掉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觉得不好吃。拌一拌就掉到碗里。没有拌一拌，它卡在上面吧。拌一拌要卡上面，它没有，有时候有一些店要加超多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加就是葱嘛，然后葱就是那个那什么那个、叫什么酥的、啊，就是有那个酥酥的东西，油葱酥嘛，叫油葱酥嘛，挑食人怪我的身体的，多才好啊，哪会啊？他真的，你知道，有时候真的面到吃完就剩一大堆奇怪的料，不吃的料。油葱酥没错，对对对，油葱酥嘛，不然还有什么？还有什么肉燥面会加的？忘记了，很没印象。但是我喜欢肉燥，比较清淡一点肉燥，因为我有吃过一家店，它就叫肉燥面，可是它的肉燥是很算什么？它的肉燥就是。酱很多嘛，然后吃起来就吃到最后你会觉得很有饱足感，就是你吃到会觉得太腻了，就是我觉得是酱太多，而且它是重口味的酱卷。但是油葱酥是台湾小吃的灵魂，可是是我吃的那间店才有油葱酥，其他店家不会加油葱酥，很少。我喜欢那种比较清淡一点酱，可是加多一点酱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本身那个肉燥酱，不要太油，就是太重口味吧，应该是这么说，太重口味。太重口味没有错，啊。跟酱油一样，没有这两样，台湾小吃会倒一半。酱油一定是必备的啊，对不对？沙茶酱有没有那种专门做沙茶酱面、炒面？我上次吃过一个炒沙茶酱的炒面，很好吃哎。因为通常炒面都是撒，就是加酱油这样。你觉得沙茶酱很好吃？好像很少人干面外面卖的干面会加沙茶酱，通常都是加酱油哎，好奇怪。Hello， 大象沙，大象沙 ，Hello， 哪块熊呢？熊咩？大象沙 ，Hello。熊妹，女仆升血啊！升血已经出来了。女仆升血，真的，所以这次放熊妹，可是因为从那次拍的话，我的脸就变大了，升血已经出来。哎、欸，老妈，借我看一下，英斯特国脸，英斯特国，
没有，等下 IG 就好，我不会那个正确的发明。应该脸很大。英斯特古林的念通，他的膝盖帮解气了，他的酱油派蓝盆油就不错过。看到熊妹的咖啡厅，真的，我瞧一瞧看，我是穿什么颜色？我不记得我穿什么颜色。你仔细的话，我是穿粉色。哇，好多人穿蓝色的哦，我穿粉红色的，是因为粉红色不用等。我现在很多人穿蓝色，我在这里耶，我好可爱啊！耶、yeah, ，熊妹在这里，熊妹拿着那个叫什么面粉，对，面粉打蛋面粉。好多人都穿蓝色的、哦、粉红色很稀有哎、欸，大家赶快，粉红色很稀有。你看这上面几乎有一二三四四个粉红色，两个男装，两个女生，两个粉色，粉色的粉色熊妹 ，so pretty， 叫甜点师特制手工饼，叫咖啡馆特调，哪里？二月是写着。是一个女仆的概念，女仆，第一批的时候很小，对啊，那个订单那时候拍一个杂志，我就觉得脸很小，可是最近就是过几年后，这个脸哦，就要慢慢变大了这样子，干嘛？又不是我的脸，他自己会变大了，炒沙茶。炒沙茶可以去羊肉店吃，很多炒饭都哦，对，羊肉店啊，对，很会炒沙茶，没有错。可是我不会去羊肉店，因为我很少吃羊肉，你知道吗？你的脸有小过？有啊，你没有看过我的脸小样子吗？你搞笑。先脸大就挺喜欢用头发遮遮，可是我用头发遮我还是很大、啊，搞笑。我之前那个头就是。跟他们拍着，然后那个都用头发遮，那个头还是一样大，这是有什么差别？对不对？哎，对呀、啊、，BB 什么的，对呀、啊，你看那时候脸很小，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脸那么小，像那个什么小娃娃，哈哈，我那时候脸好小，真可爱。哦，这是谁？是十六十七，所以脸也跟着大三倍，大三倍的小脸脸。多谢你，头大跟脸大很不一样。可是我头很小哎、欸，所以是头变大，不是脸变大。头怎么变大？头最近，他以为他是那个泡芙阿姨，肿一下。你没有看过海绵宝宝那个吗？泡芙啊，撞到那个脸就变肿大，好笑。嗯，他有痣红，所以是头变大，不是脸变大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是头变大，不是脸变大，所以是不一样差别。可是我觉得那个他放小图的话还好，看不出来脸有变大，对不对？有试过刘海加上抓一些虚角吗？可以试。有试过刘海上，刘海我也没有刘海，我有刘海，其实刘海虚角，虚角刘海抓虚角和虚角的，面谱虚假，虚假。哎、欸，欢迎再次人改回，然后这里是阿里家，面试是熊家吧？熊 school 哦，不是熊子学校，是熊 home
就是换了一个背景而已，只是换个地方而已，都在熊家的内部而已。这是一个家就旁边就是什么鞋柜，我在鞋柜旁边这样子，是不是那个沟也越来越明显？对啊，千年老沟。我妈妈说要给我玩角落生，结果她给我拿走了，自己去种了。现在还帮我用个蛋而已，还在卡住了。给我切到耳后留一点在旁边，给我切到耳后留一点在旁边。对，你要讲明白一点，这样才听得懂。这样，这样，窃你幽魂。最近耳坠你在掉，好讨厌哦！前几天才装的，掉，我还没有去补货，可恶！对，我忘记去买，可恶！可恶！我怕我人生快没了。而且这样虚假，留一个耳朵要注意，注意，这样会变秃头，我有秃头现象。秃头。哈喽龙龙慕名而来，过年可以找成员来牛鬼玩。过年跟过年不是大家回家，过年过年有鬼，可是我只是暂留几天，我让你演戏成可以找大家来拜年喽！来熊妹，来找熊妹哟。熊妹其实离大家很远，这样脸看着就变长，真的、哦。有变长吗？有没有变美？过年大家都回家，对，过年都回家。可是我在这里，我也会回家。没有，应该是我过年还会啪啪照，而且啪啪豆来走春呐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因为我的行程很满嘛，你知道吗？虽然我还没有安排，可是我总不会带来讲我的行程很满，但我规划好我的行程。嗯，大概只有日本成员能被带回家，有没有已经有预计能带回家的成员了？真的、哦、啊！可是上次就是上次去的，上次跟云爵他们去的时候，然后就是他们之后也会去那个，也会去找雨喵这样子。就是过年的时候，会去找雨喵，可以把头发用眼镜。遮住就不会乱跑，可以把头发用眼睛。眼镜架是不是眼镜架？是脚架吧？眼镜架什么？眼镜架。眼镜，你知道吗？我上次第一次戴眼镜的时候，他们竟然笑熊明。就上次跟他一起住宿的时候，然后他们第一次，可是我那时候就明明就已经有在宿舍戴过眼镜，他们竟然笑。可是我觉得，反正看久觉得之后好像蛮好看的，所以我觉得我戴眼镜呢，就是要看久才会差。而且他说我这个是什么？就因为这个配色就是那种阿嬷配色，那种。阿姨们的配色就是那种，这是什么？算桃粉红吗？这样这个颜色，可是我觉得这个眼镜蛮好看的，因为上次去配那个眼镜，其他眼镜都不好看，就那个颜色很奇葩，你知道吗？什么不好看？我觉得这只好看，对，它陪伴我多年，我觉得这颜色阿姨配色没错，可是我觉得因为其他配色就不好看呢、啊。就很奇葩，就是五颜六色，因为彩虹色那样的，
写暗红色 love 应该配草主上，你说蓝色吗？蓝色抓小本很奇怪，不然就是黑色，可是不能全黑，就半黑，就是因为黑暗色调的眼镜比较美。你不知道路上欧妈上穿的羽绒衣都这种颜色吗？羽绒衣穿这种颜色，桃粉色。我很少看欧巴上穿这种衣服，粉红色很少哎、欸，我觉得很少吧，没有在路上看过。我是说这个配色有点像，然后随着衣服搭配各式眼镜，是吗？有这种你穿这种桃红色吗？可是我那时候看这把。还好吧，一堆好吗？羽绒衣，通常羽绒衣不都穿黑色、白色、褐色吗？有吗？我穿粉色，穿那个颜色吗？还有桃红色跟紫色，桃红色比较少见，紫色蛮常见的、啊。桃红真的很少看到，就是现在很少在穿桃红，因为太亮，不然就是太习惯颜色吧。颜色的部分，嗯，真的好美味。嗯，好吃，吃饭就是幸福。他们讲，我最爱吃那个呢，铁板面呢，它是那个，因为它也是那种牛排，就是外面那种牛排店，然后它有那个免费的那个水果饮料，然后什么、啊？玉米浓汤就是吃到饱那种，就这三样吃到饱。然后面嘛，就是牛排，可是我不吃牛排啊，我只吃铁板面。然后吃牛排店，我都只会点铁板面，我不会去点那块牛，因为每次那块牛送上都饱了我，因为很大。虽然我的食量算还好吧，可是反正我遇到那个就是牛排的话，我就会点铁板面了，是不是？对牛排还好，对其他食物比较有兴趣。它的玉超不明来，它的暗红，或者可以边点牛排，然后分我那个肉也不错，是不是很聪明？牛排好吃，我告诉你，铁板面好吃。也没加放，那都是煮的肉，吃下去都是脂肪。对，反正就是肉嘛，也很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只吃铁板面，所以我不会去吃什么牛排餐厅，因为不吃牛，或者别人切好的我也可以吃、啊。你知道我的昨天我这里昨天我有切一下，你知道那个切吼，就是好累，因为那个肉有时候你知道遇到的肉是那种很硬很就是筋很多，你知道那个吃哦都晕了我，因为那个肉咬不断，因为那个筋太多，你知道吗？点铁板面还蛮重酱的，对蘑菇酱，刚才我都吃蘑菇酱，哎蘑菇酱要多一点，这样乱讲，你不是都吃熊妈妈切？哪有，我也会自己切一下吧。偶尔切一下，你知道，因为有时候筋太多的肉就是很难切，你知道吗？因为筋太多，筋骨太多。
不是啊，你不是要给我玩？啊，你干嘛？我叫你生蛋而已。啊，你都把它玩完了，叫我收面包而已。这样你就贴心了呢。你在旁边种什么？桃子，稻穗。还要种稻穗？啊，蛋在哪里？好好奇。那怎么可以种蛋？蛋在哪里？哦，有鸡蛋场哦。哦，行，母鸡小屋。哎，你看母鸡小屋，给大家看一下母鸡小屋，很可爱耶。这一定很多人玩，因为它超可爱。母鸡小屋。偶尔一年有切一次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不会一年。我告诉你哦，假如没有人去吃牛排，我不会去吃，因为我平常都不会动，我就是这类的食物，所以我不一定一年会有吃牛排这种东西，你知道吗？有可能一年都没有吃过这个东西，对不对？自己切自己吃，有种成就感哦。就哦，其实我只有切一小块，这样，这样，是不是蛮厉害的？但我旁边不是兄弟，旁边是熊妈，其实也不是旁边，是斜对面，然后少种一个东西，是斜对面，我的斜对面。哇塞，现在有几个人在开播啊？怎么一下子那么多人？现在到底总共有几个、啊？吓死宝宝了！熊妈在，对啊，熊妈在啊。为什么熊妈不在？我还收什么稻穗？六个，十个以呢？五个还是六个？我来收我的角落小伙伴，他是我的角落小伙伴，就卡哇伊呢，我来买。你不是给他种稻穗吗？另外一边，数过瘾呢。啊，绝哥也开，但我刚刚看他刚绝开吧。啊，好想打喷嚏，现在在打。酷吧，你品涵，你阿子轩，整例子，一二三。是六，加我是六个，你真管理这个，六个，这是五个吗？五个，我有黄金稻穗，道具已满喽。哎，你要卖什么？卖稻穗吗？要一直卖稻穗啊？要卖完了吗？那你剩七个稻穗，你应该增加你的。你到两点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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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到1:32而已。谢谢花生小包叔抽的爆竹。腿有点长，十个亿呢，感觉有小朋友。对呀、啊，是很可爱的小朋友，我没有看过，可是很可爱。妈，他开始说中文了，日文。没有，他是隔壁的邻居，他是日本小朋友，很可爱哦。有吗？第十代？没有，没有，不是第十代，弟弟吗？没有，我弟弟已经超大了，不会这样讲话了。是隔壁的小朋友，可是他很少见，因为他是那个不认识的。
他是日本小朋友，日本小妹妹，他叫啊，你怎么可以卖别人的名字？不行，你你吗？你家有不认识的小朋友？他不是我家的小朋友，他是隔壁家，我不认识他。哦，然后我再继续采农作啊，好多稻穗，我先等一下。哎，你一直狂买稻穗，你确定？你这个你要再去补充了啦，快要没了。你要去补充你的仓库，你的仓库快倒闭了，快装不下。而且订单都不能用，那么弱。哎，六哥有住其他人家。对呀，是你可以放我的给小朋友看，我跟他又不认识，对不对？日本小萝莉，对，他是，对，新来的。然后我只有我很少看见他，因为他不常出来。对，我因为我总不能他出来的时候我再打开大门去看他，那太奇怪，对不对？六哥有住其他人，当然了，你当我这些什么偏乡地区哦？有七胜，对，有可能不知道。他来找小妹要红包了，没有，他出去玩了啦，真的是哦。日本的，看是 TP 悲剧吧，但他长得很可爱的，很可爱，他应该会走路了吧？应该是会走路，对，会讲话，所以代表会走路。日本就对，跟他说姐姐是日系，所以但是人家又不会跟他讲日文，我跟他讲的 Chinese， 我跟他讲中文，他不一定会理我。靠熊妈去洗尿一下，靠熊妈，熊妈也不会讲日文，他就说啊，他们阿春来了。叫做 Milk， 这个人这订单都没了，都要生都要鸡蛋，这个鸡蛋不知道产多久，37分钟，我这个鸡蛋生不久。小妹可以跟他玩飞高高，你说我跟他玩飞高高，要羞了，我跟他不可以跟他玩飞高高。小妹不知道熊有没有很惊讶，小妹被雪伤。对啊，我那时候也蛮惊讶的，我那时候坐在那个椅子上面，这样椅子上面这样休息，你那么搞笑，啊，你怎么那么搞笑？我那时候很搞笑，我是幽默风趣，不是搞笑。哎，欸，你这个真的要去拍吗？那个茶也没有用，那个豆豆也没有用，不然要去扩仓你的仓库，你的仓库快倒闭了，快已经不能装东西了。被熊妹配高，他会突破大气层，因为他也可能从此就惧高症了。这样我还要害怕，我想我还要付别人医药费，很贵。幽默大师，对，不是幽默大师。幽默大师到现在还没有吃完饭，真是幽默大师。兄弟已经比我晚起床，他已经吃完。刚刚看到消息 ，DP 又来高雄的表演嘞，是吗？哪里啊？你去看一下消息。为什么会来这里啊？你要表演什么？还是你在跟我开玩笑？有什么东西会在高雄表演？就没有上，我都不知道哎，欸。那，啊，他们是大港哎，欸，真的。你去看一下吧，我不知道。大港为什么？是不是有在跟我开玩笑？还是他们跟谁一起合作啊？
没有，有人骗我。小麦头补着一口血，哎，小妹粉啥？对呀，黄西田跟黄西田合作，超跳脱。黄西田跟黄西田合作，黄西田是谁？Who is 黄西田？小妹应该不认识，对我，小妹应该是不认识。对，哎，你给我你的手机，我查一下。嗯，好吧。真的不认识，真的不认识。可是怎么会有那个消息？不是还没有出来吗？还是他已经先，还是有别人有看到什么消息？因为 FB 查到大港开通这种消息哦，原来熊麦不知道。感觉就不知道，他很认真在其他的角落上。他最近成名在什么？空衣 master 是这样吗？就是那个猪啊，就是那个拉巴那个猪，就是、那个珍妮佛罗培兹，是珍妮佛罗培兹。对，他最近沉迷那个游戏，他那个角落什么？他最近是24小时盯在那边。在那边拉巴打别人这样子，他通常都是被人家打那种，然后金币都没了，哈哈，好好笑。Hello Hello Hello Jimmy Jimmy Hello， 哈姆，你可以找熊妈一起玩 Overcook。不行，我们家没有 Switch， 什么玩 Overcook， 没有，小妹是珍妮佛罗培兹，小妹才，小妈才不是珍妮佛罗培兹，小妈喜欢玩珍妮佛罗培兹，嗯，不是小妈，她喜欢玩空衣 Master， 她喜欢玩那个珍妮佛罗培兹这个游戏。而且他还到处去邀请别人，跟他玩，开启了那个妈妈想的功能。他一起去跟别人推销这个游戏，好无聊。那熊妈，原来熊妈是学，熊妈是学。熊妈不，他不是那个哦，珍妮佛啊，那个是珍妮佛，我现在喊雪莉的雪莉，哦，是珍妮佛罗培兹。熊妈好心肠，对啊，我不知道从哪里发现这个游戏，应该是广告吧，感觉，因为 YouTube 很喜欢打这个广告，不知道有没有在乌美看过熊妈，没有，因为他从来没有去过，他连乌美在哪应该都不知道。嗯，他没有去过，所以你一定没有看过。他没有去过，那你看不到。如果你看到，是看到别人的吗？那有去玩魔关羽吗？魔关羽是什么东西？魔关羽是什么？魔关羽是什么？找他来看。对呀、啊，可是因为那个车费贵贵，因为一下携带很多个，携带还有个熊体，因为他不能放在这里，放在他啊啊啊啊，需要两个人，可是我们因为熊体也坐不住，他可能不到半个小时他就跳出来了，但不行，会影响大家观看。我看一下，我。大港开唱2021年 AKB48 里非常勇敢的小朋友黄西田，黄西田是他、欸、
我去查一下他是谁好了，对这个人比较有兴趣。他是唱，他一定是唱什么台语歌的呗，还是什么中文歌？花莲人哦，他是台语歌手哎，所以他是唱台语歌。另一个游戏有玩《三国志战略版》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玩的游戏很少哎、欸，哎，我昨天玩一玩就不动了，不玩啊、哦！不行，我一定要气出来。对他的印象应该。印象停在什么乌来伯那部连续剧？乌来伯是什么？乌来伯连续剧是很老的连续剧。乌来伯连续剧啊，跟鼻涕狂爆一样啊！鸟来伯。我想说鸟来伯，他名字很奇怪，乌来伯，最后真的会变成乌来伯。八点档哦，八点档，八点档都看天之眼，很少看其他。大哥在哪里？我大哥在流行音乐中心。以前的唐朝连续剧，哦，そうです。好像还制作了八连灯，哦，三 D 是吧？熊妈是不是在偷袭啊？熊妈没有在偷袭，熊妹很淡定，还在。好的，他俩的表情上，然后看着手机，他是这样，他是这样的表情，这样的表情，什么习惯？对，习惯啊，习惯就好，大家也要习惯，我们已经跟随这么多年，对不对？熊妈，你这么笨，真的是我女妈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她其实也很笨，这是遗传基因，怎么了？那时候会有遗传吧，你知道吗？熊妈已经习惯了你的没常识了吧？没有什么没常识，这不是没常识的问题，就是没有人去跟我说明。就像前几天就是滑迪卡，然后不是前几天有一个那个嘛，就是过年不是就会送什么礼盒嘛什么的，然后不是有一篇新闻，就是有那个医护人员的，就是家长嘛，然后不是有一个女，就是女生，然后就送凤梨什么牛轧糖啊，就是有凤梨的东西给那个医护人员。它其实不是不能，就是不能，因为我看是就是解释说凤梨就是对，就是对，就是医护人员不喜欢收到凤梨，不是有一个什么故事吗？叫什么凤梨是怎样啊？凤梨是怎样？反正那天我听完才知道，哦，原来医护人员不能收凤梨啊。
这样，就医护人员是这样，或者传统就这样。这是我学到的新知识。回来了，哦，好兴奋哦！那应该是去买什么好吃的。时间到了，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急诊是不能忘。哎，对对对，不能忘，因为太多病人不能忘，对，不能忘。对，拜拜哈喽熊。啊，下次什么时候播呢？下次是2月11号的应该是12点。你不要太热情。2月11号有12点，也是一样12点哦。欢迎大家来找熊妹，谢谢大家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大家来看熊妹的直播，多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 ，See you next time， 拜拜。拜拜，Bonjour，大家拜拜。